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名人掌，我是左 M。咁今日為大家推介咧就係 YSL 呢一個品牌啦。咁而呢一個系列咧就係佢一個經典嘅流蘇系列啦。咁流蘇系列咧就 YSL 呢個品牌入邊咧已經佔咗一定嘅位置噶啦，係一個經典款嚟噶啦。咁佢特色之處咧就係佢前面呢度咧有一個YSL 的呢個金屬的經典 logo 啦，而身下呢個位置咧，佢就加一個流蘇的襯托，係令到整個手袋咧既有特色啦，同埋一種咧高貴大方的設計。而呢一個手袋款咧，我就係呢一個咧係一個比較中 size 的設計啦。咁咧佢就係用咗黎姿文的牛皮啦。咁咧，荔枝毛牛皮咧，佢就係一個比較耐刮啦、耐磨嘅皮質嚟嘅。大家可以睇一睇。咁呢個款咧，佢就係一個咧磁扣拍扭式嘅開合啦。而裡面咧都係用咗一個布料做一個襯利嘅，依度有個蝕位啦。咁空間都非常之大嘅，但如果用得依啲咁嘅手袋款咧，都係建議用翻個四人包咧，你會容納到嘅嘢比佢更加多啦。嗱，如果當你放咗四人包之後咧，大手機啊、紙巾啊、搓手液咧，基本上都可以容納得到嘅。而呢個手袋咧，佢嘅特色之處就係呢條金屬鏈啦。而呢條金屬鏈咧，佢可以襯托唔同嘅效果，大家可以睇下。而有啲人話依條鏈咧，我就需要冇咁長啊。其實如果你唔需要咁長嘅話，其實你可以有一個咁樣嘅設計，圈一圈佢，就可以設計為一個手拎包，參加宴會啊，非常之有特色嘅。咁而家同大家做一個上身示範，睇睇嘅效果。手拎包嘅效果，翻邊埋斜咩都係可以嘅。既然介紹埋依個手袋嘅同時，亦都推薦大家依一個 YSL 嘅依種短銀包款。而依種短銀包款咧，佢哋都係用咗一個荔枝紋皮啦，前面有印有佢一個比較醒目字眼嘅 YSL 嘅 logo 啦。咁依個短銀包款咧，係融入到比較多嘅卡片尾啦、蝕錢尾啦。我想問下呢個散紙尾嘅，我唔收㗎。係啦，係非常之實用嘅。如果大家對依兩個款式有興趣嘅話，可以親臨嚟到尖沙咀喺唐道名人站，亦都可以加我 contact 㗎。拜拜，真係大家收睇。